我们的孩子在这里，华人进来的，现在这里都看不到，你反而还不让我们进来。你们学校的一把手党委书记躲在哪里去了？我跟你说啊，武汉商学院，武汉商学院啊，人命关天，草菅人命。草菅人命啊，武汉商学院。两个人之间矛盾嘛，两个学生之间的事情。你说啊，两个人之间他发生斗殴，这个任何人他都避免不了。你说他们肯定受伤了，肯定。但是当然我们学校第一时间把他送到医院去了。